会议主题以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我觉得非常好，契合了当前形势和各方的关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大家知道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人类社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成为了常态。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变局中，大家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更强大的确定性力量来推动我们这个世界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